2018年才刚开始，就遇上大明星当兵潮，欧巴们陆续接到兵单任务，多到快可以开 party 啦！ずっと待ってるんで、体に気をつけて帰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。健康回来就好。我们 VIP 会等他。Big Bang 进 TOP 之后，队长巨弟也跟着进去服役。当时还曝光 TOP 陪弟弟入伍的照片，两人在车上相拥，真的是满满的洋葱。接着刚新婚不久的太阳以及大神也陆续收到兵单。入伍当天 ，VIP 们齐聚为欧巴饯行，画面真的太感人啦！去当兵的还有 CN Blue 主唱郑容和，在经历考博士班走后门风波后，不仅取消了各地巡演，更闪电宣布入伍消息。虽然入伍当天跟大家玩躲猫猫，但还是有许多粉丝超不舍。但你以为就只有这样吗？才刚与秀智分手的李敏镐，在去年五月以社会服务要员身份入伍，今天15日转到乐山新兵训练所进行为期4个月的训练。各位粉粉们，不哭不哭，真正的男人就是要去当兵，只要等个2年，欧巴们就能成熟回归啦。